我想我们菩萨道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众生慈悲，这个世间凡是存在的都是变化无常啊，没有一样不痛苦的，没有一样永恒的。各位你要一直去深深的体悟这个道。所以昨天有一位年轻人，各位看到报纸啦，医学院的学生啊，为了追一个女朋友，他们的学妹，然后呢他把他那个同学同寝室的，因为两个在追同一个女生呢，对不对，他就吃醋了啊，因为这个女生也跟他的同学交往，他就用酒加安眠药，然后把对方给勒死了，对不对，然后又放火制造说他们是火灾的。然后后来警察查，他自己也承认了，承认以后隔天要投案，就要昨天好像他就畏罪又自己又自杀了啊。所以你看，为了一个爱情，哎呀，毁掉了两个医学院的高材生啊。我想这个女生她在学校也待不下去了啊。所以各位，爱情快乐吗啊？但是有些人还认为快乐的，这个是愚痴还是聪明啊？愚痴的啊。所以这个世间你买了多少房子，一个地震就不见了啊，你多会运动，一个跌倒腿就断了，一个车祸命就不见了啊。这个就是佛要我们觉悟的真理。在尼泊尔这么多的佛塔，这么多的寺庙一下就毁坏了啊，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寺庙了啊。现在呢，赶快实践佛教的慈悲比较重要啊，所以能够减低对方的痛苦啊，超越自己的痛苦，还要减低对方的痛苦。所以烈士女佛学院他们根本都睡外面，因为他们的寺庙是盖在半山上啊，而且很多小孩小喇嘛那这一下也不能住了啊，但是不能住了，每天都是搭帐篷睡外面。现在干嘛？赶快帮别人，自己的要放下。蒋公康楚隆波切的寺庙也坏了啊，但是他带着大家赶快帮别人。然后呢，因为僧众没地方住啊，今天早上6点啊，借了很多车，开始把这些没办法住当地的这些小朋友全部要送到印度西金借住了啊。其他呢，能够帮助的就留在当地开始去啊，发放食物啊，啊，所以买水啊，因为尼泊尔的这个国家有一点特殊了。事实上，你要进尼泊尔要给钱，你给不了，进不了了。所以现在海外有很多救援的，拿了很多配备啊、医疗，到了边境，对不起，通通扣留啊，所以不能把这些配备救难带进去啊。然后呢，所以他们现在很担心啊，可能会发生一些传染病，因为下雨了，尸体没找到腐烂了。这个尼泊尔政府也没办法，他们很保守，再来有点贪污啊，所以反而影响了。所以很多救难队到那边配备都不能用，只能用手挖了啊，或是拿简单的当地的咔咔咔咔这样的，所有配备都不能用啊，因为政府说哦，这个是外国的产品啊，我们要先检验，你看。过几种代级，明明人家要救灾难的，带了这么多药也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拜托当地的偷偷的，因为没办法用偷渡的啊，因为对方不接受你帮忙啊，所以不开放啊。然后呢，机场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飞机跑道，那飞机不能下降，出也出不来，进也进不去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共业没办法啊，老百姓正在受苦，还有很多山区的根本还没找到。所以数字各位都知道，从几百人、1000、2000一直讲5000，然后现在他们说可能超过10000，因为很多还没找到呢啊，然后受灾难的更多。所以有时候我就在讲，就是在这种国家实在没办法啊，特别他们每年杀牛的时候，老百姓最喜欢跑出来看，哦，杀牛，这样连你看都有共业啊。所以如果有人在杀妈妈，谁看得下去啊？啊，但是没办法。所以这个国家虽然
人不多，2700多万，但是土地蛮大的，也因为蛮大的，所以救援缓慢啊。那甚至里面有十分之一是藏人，那没身份证的，没身份证呢，你根本啊没有保障啊，发生事情也没办法。所以我想，人在这个世间就像一只小蚂蚁，哎，一个风来，一个水来，一火烧就不见了。所以各位要思维，真的是人生难得啊。我们就在当地尼泊尔的人一样，我们的爸爸妈妈小孩被压死了，我们身体都断了一个脚了，我们生命是什么脆弱的，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那所以你要了解无常空性啊，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啊，死亡是必然的，反正没有地震也会死，有地震也会死，对不对？请问坐在这里面的哪一个不会死？什么时候会死知不知道？满灾，搞不好人家就像我说昨天讲的，死刑犯判死刑都还没死的，我们已经死了好几个了。死亡是必定的，所以脆弱的。我们现在到底要忙什么呢？要忙什么呢？再去追求钱吗？可以辞职的，明天就辞职了。再追求爱情吗？再去追求儿女吗？这些佛陀要我们觉悟啊，生命的真相。释迦牟尼佛身为贵为王子，将来要做转轮圣王，他要全部都放下，不能解决老病死轮回的问题，不能够帮助别人，活得没有意义啊！你再给我再大的权力，又不能。如果你让我做皇帝，除非国家都不吃肉不杀生，除非这个台湾都没有人得癌症，那我们做才有意义啊！所以。有时候我想想，虽然权力这个很美，外表漂亮，好像很好听，有钱当然很有面子，但这些是苦的，虚幻的。人家说你是帅哥美女又如何啊？干嘛干这对吧？干嘛免老免本寿，免八道天啊？但是有些女人为了漂亮，为咖啡西个都亏多可能。请官大，请他又给拽掉。上回有个女人很好玩，我说一个老和尚，哎，你腰不好啊，怎么办啊？我天天痛啊，你有什么方法？老和尚说可以，不要穿高跟鞋。啊，你结果一出来那讲，我到死我也要穿高跟鞋啊，腰断没关系啊，我高跟鞋也要穿啊。我们在那边就在摇头，刚才我做杂货吧，死不紧的，艰苦不紧的，高跟鞋不能脱啊，你所以我想人就是一个无名。他认为他临死也要漂亮，临死要有钱，临死要有爱情。昨天他们发布了一张相片，有一对男生女生死的时候抱在一起死，然后他们就旁边贴一张他们活的时候很快乐的抱在一起，然后觉得很赞叹，你看生抱在一起，死抱在一起，为了爱情，这是可怜啊，不可怜啊？可怜，他现在抱了在一起吗？死了以后各自业报啊！很多人发愿，然后死了在一起，没有好代志。公修公德，婆修婆德，黄泉路上各自鸟纷飞。所以各位，这些东西你皇帝也抓不走，感情也抓不走，外表也抓不走。一个地震，地震就是一个真相。我们也在地震啊，慢一点而已，了解吗？那对佛来讲，万事都是刹那刹那在变化，刹那刹那在地震的，只是你不知道。现在如果黄粱一梦醒过来，各位都变成90岁啊，阿娘你想要爬起走路，拍死爬不起来；你想要讲话，拍死插管一下就不见了。那各位，这个你要思维很清楚，思维很清楚，所以怎么办？哎呀，赶快修福报啊！如果你要好命啊，多做好代志，唔通做歹代志，唔通去食着吧。进一步要追求解脱了，赶快念阿弥陀佛，世间都是假的，要放下。进一步，所以我要帮助别人，也都知道这个道理，减低他的痛苦。透过布施也来告诉他佛法，透过爱语也来告诉他佛法，因为有了佛法，皈依三宝。叫解脱的一天，所以痛苦是每天都有的，吃收饱，刚才各位吃有饱吗？有的我走来走去楼下去爬起来运动啊，顶肚子，有的走便所，吃收饱，
啊，这个世间是如此的啊，所以没有一样，没有一样是快乐。你所认为的快乐，你要想清楚啊，你的快乐都是痛苦的开始啊。生是快乐吗？生就是痛苦的开始啊。有爱情是快乐吗？那也痛苦的开始啊。有孩子是快乐吗？欢乐的开始啊，欢乐到死啊。师父啊，阮囝找头路找我，我足烦恼。我讲你拢袂烦恼家己啊，家己就要死啊，搁咧烦恼伊啊。所以那因为执着呢，欢乐嘛无解决。各位，欢乐后摆你就袂超度，了解意思无？欢乐就是执着放不下，叫做欢乐，了解吗？欢乐你就永远的轮回。所以这一点，各位要想好。咱稍等下讲到一半，砰砰砰，还得跌死啊！那稍等下各位暗时发挥完，等于砰弄死。会发生阿未？你还讲会？迄叫做有体悟，我随时会死，随时会变化，随时会破病，这是真相。较早发生，较慢发生，敢那讲早死晚死拢爱死尔呢？是毋是即句话啊？一步一步走入死亡的界线，毋是死就煞呢？死就爱搁去投胎轮回，搞不好跋落执着了做鬼啊，牛痴了做精神啊，做歹代志无忏悔完，直接落地狱安尼啊。然后呢，即世人伫咧做善业，为着要较衰个缘投，后世人过来做美女啊，怎啊去用袂去食？因为你执着那个外表啊，变成一个公开的妓女，在佛经里面很多的，一定是人我佛完要水要水，像莲花色女，要水要水，结果变妓女，然后呢，不断的痛苦。所以各位你要很冷静啊，去思维，你了解了，所以还唔能够执着啊，还要放下，所以现在同要紧的。解脱生死，所以进一步帮助众生，一步一步来。若要得追求世间的福报，你得亲信因果，绝对唔能去骗人、骂人啊，杀盗淫妄，绝对唔好食肉。众生有轮回，所以我要去思维这个道理。所以咱咧念弥陀的时阵啊，各位要这样念啊，你听去做功德，那回向弥陀，像我。我回向尼泊的时候，我就边说法，跟往生者说法，一直念的时候，一直跟他说法，把我们知道了无常轮回的道理，跟他一个人做念嘛呢，你也给他讲，把伫破病受伤的人、厝无去的人，给他说法，把迄种因惊死去爱倒啊哭的人，爱给他说法，那你要给他说法，你家己爱有体悟才来说，你家己就足爱惊、足重爱情的，你该讲什么话？所以各位，心法心法不是用嘴讲，心法是用心讲。我足爱钱的，大家报喜报喜，我足爱钱的。安尼别人嘛不要报喜嘛，蛮报喜，无相信你，了解吗？所以各位，心法是你穿开就咧说法，你穿开就是佛法，修行爱修噶，你只要讲话就是佛法，你只要想就是佛法。绝对不是讲，你即马出来讲，我不要讲，无你咧话咧在创啥？因为我已经活在佛法里面，所以我连咧困嘛咧思维佛法，做啥物代志无入去佛法，所以那你就在法流里面，安尼你就找到你的永恒不变的法身慧命，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就活着的啊，相当于地藏。地藏那是假的，死去嘛假的。我真正的发心慧命是永远活着的。但是世间人无了解这個道理啊，身躯是真的啊，厝才是真的，阮家爱情才是真的啊，子孙斗阵才真的。啊，到即马破去分离，哇，哭啊死性分，咱就去个抓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要记得穿开，莫哭啊，袂记得穿开啊。因为你将迄当作真的啊，所以各位这爱一直去输。男众较无问题啊，这女众啊，重感觉，重感情，放不下，那你要哭到当时咧，
这个苦是自己找来的，苦不是别人给我们的。啊，这个世间变化无常，啊，你自己要跌到苦海，你要怪谁呢？有时候真的要想一想。啊，所以出家人坐在头前给你看，你开眼未？啊，你是看出家人要从哪？啊，出家人，哎呦，这比皇帝较伟大啊！啊，放下同伟大，慈悲同伟大，你都要去想。咱逐天咧看，地藏王菩萨现出家人给你看，观世音菩萨用在家菩萨给你看。各位，你要做多一尊，无你嘛去刻一尊啊，囥下。人也咧抢伊把口，我讲，这个袂使拜，这个叫好色啊，这个叫贪财，这个规工咧害怕病啊。啊，所以咱今日要行菩萨道。但是学佛学菩萨就这意思了。学佛无菩萨无个性啊，各位你不能说我的个性就比较高酷，我袂跟人讲话，我的个性比较插念啊呢。啊，我的个性就爱独孤啊呢。啊，因为你还活在个人的个性那里边讲啊。啊，所以学佛人没有个性，佛法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要清净，要慈悲，要柔软。所以，就像我来讲，我这个人，我就很不爱讲话，很不爱看到人，你了解吗？那是我的个性，但是我不可以这样做。各位刚刚财布施，我出家人，我要法布施，了解了尼泊尔的灾难，我们也要深入其中体悟啊！各位现在是尼泊尔的难民，安阿波我惊东西也存你一个呢，小蛋等于困帐篷，过帐篷还算未歹。你要想说啊，我就是这样。那我要怎么办呢？现在没出啊，电视中写，我要怎么办呢？你还在计划什么？我计划我再买一块土地，赶快来盖啊！你哦，啊，惊死掉，紧来生哦！啊，阿妈死也无过来嫁一个哦！你念的就搁地动，那叫做白忙一场。所以各位，死一个囝又够艰苦，你搁生一个出来又艰苦，要从哪？所以你要体悟这个爱别离苦，有智慧的人痛苦一次以后就不会再痛苦了。没智慧的人啊，这个袂使我换迄个，这个袂使换迄个，安尼啦。这个爱袂丢来爱迄个，迄是骨气啊，是地位啊，这个就是无名于此。所以有一个技术家讲说，阮某丢感情吼，足艰苦啊，我咧个照顾吼，安尼。足艰苦，黄丢啊！你后摆阁要娶某无？你莫讲死啊，阁娶一个。你丢感情，就是你咧丢感情。你卖死呢？伊是较早死呢？搞不好人生超度，你较慢慢啊死呢？向阿叔，你讲的哪对？阿无变啊？你甲问，我只好甲你讲啊。因为你咧艰苦啊，你咧想讲，你卖死，你卖艰苦，你某死现互你看呢？你都要赶紧食菜啊！因為我知伊搁咧食肉啊，伊搁咧爱食牛肉，啊，就因某就是为着祝福伊才食安尼破病啦，对不对？所以我甲因某讲，因某就对我哭，对啦，唔通搁食。啊，甲因翁讲，因翁就甲我目睭天对对落。我现在袂使食牛肉，你是问啥物人咧？所以我讲，你就咧甲我问啊。所以有时候人很好玩。但是有些人你要直话直说，有些人你要绕一圈，有些人你要不要说回向给他，但是各位呢，你要看情况，但是你要一起去思维，生命的苦，这生命的苦，你做人就生起一个免怎帮助对方离苦的这个想法，免怎对方出离心，所以各位爱学家呢，学家。你即马看一个病人，伊他妈行入来，你就知影讲伊是破啥物病，安怎？在《金光明经》里写得很清楚，伊的相，伊的一切，伊当时在听，你就知影讲伊的病因伫个啥物所在。所以你马上就有法度甲伊对治讲啊，这是安怎来用？那你要随时保持这个，各位要注意哦。所以每一个人行入边头前，每一个境界，你拢有对治法。你拢要找着对治法，这间公司要安怎好行？这间公司是安怎来倒？
那么这个代志先来好，这个人先来，这个人先来先了，看烟头看嘛，知较无脾气啊。啊，这个人先来败家呢，还佫动作足水个，才是足无用个。啊，脾气佫败，哎，还佫爱假水安尼啊。那他的问题就是，他的心态就变成他的相貌安尼啊。所以，那你要针对他的心态去对治他，啊，去帮助他，去转化他。那各位，这个你要随时。随时都会观察，所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保持正念，不是把酒开开。开的菩萨都是保持正念是啊，现场有500个人，心观的想什么我拢知道。啊，没什么方式来道三个，哎，只是对方伊面阿咪固着，即马甲讲无效。啊，有诶甲讲，我知我知，连明仔载搁空气搁袂记啊。啊，但是你至少要知道，要知道。啊。那这个知道就是法，就是你要保持在法的思维跟法的观察，要这样去了解一切，了解一切，马上你就在修行佛法，因为世间就是因缘和合啊，那所以什么因缘对敌什么法，哎，本体拢是空性，所以众生平等，对老母甲对顽修人嘛平等。啊，因为那么五境，你不能说我喜欢的跟我讨厌的讲话味道不一样。啊，所以你要保持在这种平等的状态，就有这边啊，这边的。所以曾经有一边我去把号行过，后一个查甫囡仔看到我在笑，啊，我拄啊看到，我就讲你在笑什么？伊做工地师傅就问你在笑什么？啊，看你个烟斗啊，放掉啊！我问他你在笑什么？伊做工地，因为我很严肃，你在笑什么？这个好色的眼神的嘛，低锅巴。你看查甫囡仔起笑个。这个是我对治他最好的方法，外况的话拢外狂安痛好不好？因为我知道他还有善根，他还敢。那有些不行，你在笑什么？我笑什么？这个啊，这个莫甲讲，你甲讲不好啊，这个叫咩？要回向给他啊，所以各位你要看清这些人事物状况，什么情况你都要分辨好。你不分辨好，那。行菩萨道就要学这个，所以行菩萨道各位哦，关心众生哦，尼泊尔灾难的我的代志，切切仁波切安尼，哈尼无赢，拜托因的书，起码我的代志要干嘛？啊，啊，拄啊这个女居士在翻译哦，起码我的代志啊，我慢慢学伊安尼也要翻译安尼啊。啊，你袂使讲啊，我钱出完了 ，OK， 我得到功德真好安尼，对方向我知啊。地人安怎，我们都不知道、那你就没有空性。这个空性，你是讲万事万物，一切有情的心拢达到底。各位，你有了解恁囝无？有啊，伊要听你的话无？无呢。你了解那是无一定要听你的话，因缘无够。你有了解恁翁无？有哦，爱要听无？无可能。明明的趁钱也要去投，唔去投资，明明要输的才要去投资啊！那广告卖春车，唔知影听无大富贵啊！哪有法度呢？我了解到，啊，啥物恁某了，哈尼智慧，你不爱听伊的，啊，你做太太嘛，检讨你对因老母也无友好，你对因公公也无友好，啊，所以恁阿看到你就足艰苦，你听啥物你的？啊！你若对伊个爸母足友好，对伊兄弟真照顾，这个阴静落去，你讲当伊就当，你讲衰伊就衰，你就种下这个阴嘞。啊，你有了解无？你也了解，不你逐工来吐啊！你也唔听我个啊！因为你的思想，所以各位这些这个叫佛法，佛法是针对有情众生的，也不能死读经典，也不能不看经典，你看经典要懂得用。那在什么时候怎么用，怎么帮助？所以今天你到了尼泊尔，灾民到你面前来，哦，你给他钱，你给他药，你给他水，然后再来呢，你怎么安慰他？哎，那你要会，然后你又不会讲他的话，那你也要能够安慰他，心法，要干嘛？用心跟他讲话，他可以感受到，动物也可以感受到，啊。所以各位在这一点你要学，你不能把佛法用在原文字表象，离一切相。虽然对方是尼泊尔人，我是华人，当我拿钱给他的时候，
我也除了布施，又给他爱与说法，能够表达某一些让他能够力行的，我也站在这个角度，同时我要把这个佛法，而且对方是我度的众生，我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也发了这个愿，我也要度对方，而且法门对治他的烦恼，我要为他成佛，我要带他成佛。你要马上把这个思想融进去，这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名号，那你要对每一个有情，一只蟑螂，一只蚂蚁，一朵花，你要随时各位看到那条百味，看到小，你马上用这个思想，你不用这个思想呢，各位，咱的思想会很浅很浅很浅，很薄不落，缘起甚深。你要把各位，你我们来投胎已经八千万亿世啊，咱是老好嘞，老家嘞，你知道吗？你搁咧谈恋爱，搁咧鸡鬼鸡怪爱睡，也不太肤浅了吧？啊，你敢投几遍来投胎呢？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开发你累劫累世的智慧。累劫累世的智慧是什么？就是生老病死、爱恨别离，对不对？哦，是考的目屎比大海较侪，死的骨头比大山较悬，安尼啦。啊，死去的子孙已经百千万亿，迄种生命的经验你要听说到。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用年纪去判断对方的智慧。那我们修行呢，就是要开发自信，自信本具足。啊，这个自信里面是累劫累世的智慧，对生命的了解。你越了解，你的悲心越强。你不是说我这辈子再来培养感情呢，培养慈悲，这个，因为你不断的在培养，你这个只是点个火，然后一下就大悲心了。因为你每一世都在关心众生，虽然你已经忘了前世百千万世，但是你那个悲心永远都在，啊，你对众生的爱都还在。所以各位，你若去看到你顶世人的老爸，你自然就有感应。迄天我在记书，师傅来，我做梦，我做梦，你梦什么？你是我爸爸，我不能是你老爸，你即马才知道。你嘛是阮老母嘛，我嘛做过你的囝，你拢唔知道，你敢即马才知道？啊！但是有些人就说，他一定要做到这种梦，他才会说哇，你所以我对伊较重的，给你紧紧的保护你安尼。啊，我哪唔知道呢？我都不爱插你。啊！所以各位，你。这个你在潜意识里面你就要知道嘛，本来就如此。如果你有这个悲心，自然你就知道。你所谓知道是一种感受，而不是说、哦、我真的知道他是我女儿，他是我爸爸，反而会伤你的感情，因为你又回到世间里面去了。世间的是别要干，然后那种执着，就像曾经我在外面有一个女生跑来他前面，我跟你好有缘的，我在哪里见过你？上一辈子了。然后他就一直想，然后就一直跟在我后面。哎呀，你这个太执着了吧？你怎么会跑回世俗的那种关系啊？所以各位，你就算你有前世的记忆，如果你没有佛法，会害死你啊！所以佛法才是最重要的。前不前世那不重要。如果你有神通，你没有佛法，那更害死你。你不信因果，乱讲话啊，乱点鸳鸯谱。所以那有些人还被骗了、啊、你是我顶世人的翁，你是我顶世人的母，不然现在来睡继续我、然后就勾起前世的爱欲机，那有帮助吗？所以我这样讲就是说，各位，你在做什么事情，当你有念头，也就是说当你 的心透过感官去面对到外面的世界，包括报纸、电视、尼泊，你马上要用法去看这个事情，变化无常，尼泊只有大慈大悲帮助尼泊啊，对任何一个公司、对国家、社会、对政治都是如此啊。那你必须要用法的眼光，所以你就会用法来呼吸，法来呼吸，你的行住坐卧、睡觉都不离开佛法。这个在佛教叫禅，禅不离开日常生活行住坐卧。那在大乘呢叫三昧，就是不离开菩提心，不离开成佛的悲愿，叫三昧。所楞严三昧啊，什么三昧？我们带这个108叫108三昧，不是108烦恼。为难怪辛苦，我看哎呀，你那挂108空不会烦恼，就烦恼啊。有些人带念珠看了会发光，带的是佛号。有些人带念珠这昂的时候，我这条要挂白，安尼较好看呢。
他没有在念佛，没有在念佛，他两珠都不好看了，没有加持力嘛。啊，所以各位你要很认真的去转化。像各位进来看到这么灯，哇，大悲心灯，你要马上观想啊，愿这个灯啊能够供养诸佛，能够下施有情，你要马上这样观想啊，你要马上转入这个灯。也是个因缘和合，那这个灯站在因果居士出钱买下来、哦、然后这个灯马上转为佛法、一灯就是一净土，一灯一如来，你要马上、哦、所以这个灯挂在这边，整个心殿，哇，整个世界得到这个百千万灯的讲，你要马上习惯这样去思维、啊、就像各位听我讲，我刚出家的时候，我师父讲，海涛，又你就走去发鬼了，又要阿弥陀佛了，有这样你了解吗？啊，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你用的是佛法，一心念佛啊。以后人家叫你万法皆空，不离慈悲，那对好了啊。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掐被拢啊，被戏啊，哦，阿弥陀佛，一切放下，往生净土，砰，看到没有？然后呢，快戏啊啊，好嘞，阿、啊、修阿弥陀佛了啊。虽然我被戏啊，功不能顾为，都给你求着，再见。老世界再见。为什么？因为你身上在流血，已经流血，但是你还在想了阿弥陀佛，这个死亡正常的，我连对来看我的人都要对他悲心，你要记得念佛安息啊，那就是如此啊。我刚出家就一个12岁小孩，各位要听，他要死之前跟他妈妈跟我念佛阿弥陀阿弥陀这样 然后念到第三个字断气，他还在，因为这个小孩子是他妈妈求来的，是要来出家了。哎，老婆老婆要出家，所以12岁就实现死亡。啊，所以各位，这个是真相，本来就是如此。啊，所以各位了解这样以后，那么还做集中了啊。我们时时刻刻活在佛法里面，所以不会抱怨，也没什么好快乐，一切都是因缘果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要怪东，也不要怪西。但是善恶的业报的本体都是虚幻的，快乐嘛给，痛苦嘛给啊，免多痛痛下面意思你嘛唔知啊，我为人足痛，你痛下面啊，今嘛对我做总经理啊，你排名啊你啊，有时候我在路上看了、啊，我的女人好快乐，她男朋友牵着她，我想她是啥物足艰苦，啊，一世人来牵一个哦。啊，查甫你想想，我嘛知，啊，就是要该困啊。对不对？各位查甫，啊，无该看要创啥？啊，困要创啊？要生囝啊？安尼未生，未生换人啊？对不对？啊，啥个看那句？啊，这查甫因头好个啊，我免谈啦。我即马小可有他心动，我一看就知，哇，这个假，你可怜，哎，查甫那戆咖呢？啊！啊！当时在餐厅食饭，迄查某，甲迄查甫，迄查甫对伊好，甲敲饭。啊！迄查某咧看别个查甫，啊！你连师傅也要看，足奇怪呢。啊！安尼偷看者，啊！你头前搁一个查甫呢？啊！这个水性杨花呢？这查甫戆呢？搁甲伊硬菜。伊甲你困困，明仔甲别人困啊！倒一个较好，伊甲倒一个困。我讲的是真的，因为我经常在看这个事情。我这样讲要提醒各位，你不要说我讲话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你就白来这个餐厅。你要看这个老板吗？这个职员吗？这个技能的到底呢是今天的 gay， 这些搞外遇的，这个假崩的各西国赶快。这个你要会分辨，知道吧？以前我做饭店不会分辨，被老板开除的，扣分的，对不对？抓你来，今天是小三，扣分数。哪个男的进来同性恋，你让他住啊？这下大条啊！所以饭店门一开，行到头前就知影这个八字跟唔八字。什么叫做八字？会提小费，甲未提小费？未提小费，甲分咧鬼房间。鬼房间里头几个人拢自杀的啊！那个，啊，分起来怎样？这没个服务了，这唔八字啊！啊，所以各位，我从小就学这个的。察言观色，阮头家讲，哎，不错，你判断的不错。阮头家冇怪癖，我也会判断。头看人咧从啥，我怪伊坑饭店，逐工就走。啊，头家你要从检查房间，什么检查房间？偷看人家在做那个事啊？啊，
这个就是社会啊，社会就是如此啊。嗯，头家啊，你做董事长开遐尼济医院啊，不怪开这间饭店，是要赚钱，是要偷看的。啊，我那想说，我们的老板这么有钱，所以我就要分析。哦，原来老板有这个偷窥狂。啊，饭店没赚钱没关系啊。那里面个服务生跟他服务，头家，这个查某性感，电话卡，头家就来了。我那时候的哎，谁敢这样可怜呢？啊，所以对我帮助很大。我认为因缘安排我去的，然后已经头家顶楼都没人敢去，连头家嘛唔敢去，因为一种灰小厝，大家拢走去楼顶，啊，有诶烧甲无多，所以搭着跳几下诶呢。啊，为了楼顶休息，啊，都没人要去，干那我伫遐困，你看我困睡大套房。那我都不会怕，很奇怪，我从以前就不会怕，很奇怪。反而我学佛的头有一点怕啊！以前个啥休息洗就刷，洗就刷，跳楼就刷那样。所以我奇怪，那无人要困，当我一个困，无人敢休息。别个讲啊，迄搭死足侪人，你知？啊，我反正困惯是啊，别人困，唔知嘛，无要紧，知嘛，无要紧。那个火灾那个饭店死了20几个人啊！所以讲到要回向，来发挥功德。回向饭店火灾死亡者、跳楼者，哎，一个灰熊啊，啊！所以各位，但是这些我教各位，就是说你要有学习那种观察众生心态的分析的能力，因为你要行菩萨，那你越要能够分析对方，行哪愈清的看清楚，安尼了解我。如果你内心越清净啊，越没有分别心，那影显现就真的。但这个影子还是虚幻的，只是借你参考而已。那如果你内心里面自己有妨碍很多，你卖公了解别人，你连你自己都不了解哦，这个叫无明啊。所以各位你要去分析这个世界，因为菩萨是为了成熟有情，菩萨是为了庄严国土，把国土变净土，让有情就得涅槃寂静成佛。所以你对每一件事情，样样事情，你都要关心了解。好，就像他们突然跟我说：“哦，上司要来，好，怎么安排？都安怎扛？哎呀，怎扛？对不对？几点来都啊好，哎，钱嘛包好啊，少了别管。这个要安排，我在教出家人就教这个，他们以后要会自己会安排，恰当好处。湛乐法师说：啊，有青蛙呢，跟白白跟鸟呢，跟铁柱，小等你上司要来，时间爱巧而好，不会冲突。”那各位，这你要会学啊！但是有些人不懂，我就是要安尼，我管别人安怎，那你永远的骨气啊！你只凸显你自己，反而让你更愚痴啊！各位不能这么做，别人在前面，别人要怎么办？如果你要行菩萨道，你要想的是别人，一切都是别人。法会现场要怎么办？啊，别人要怎么办？庄严别人，不要庄严自己，知道吧？你不要一直凸显自己，会越来越愚痴，越来越没智慧啊！我们要去凸显众生，关怀众生，所以帮助尼泊尔是不是应该100%？啊，100%有多少钱？赶快布施，你莫都要欠的，欠阿贝啊，就这钱煞丢你车祸而已啊！各位啊，我有10万，我布施1000啊，老高情告尊比看病啊！那你不懂佛教，佛教哈？老人家讲安尼啊，那以后呢？以后你拢免看病，因为你已经看完病了。你把你这个9万多块先去看病看完了，了解吗？很简单的比喻，基本上路的有一个人叫车弄到在老火，你赶快扑去救他，然后身上惹了很多血，警察又问你，你弄了很多麻烦。等你弄完以后啊，足忝的，结果你无代志，恁家这个车祸搁爬起来无代志，本来伊弄死的。帮别人就帮自己啊！所以各位，为什么放生功德很大啊？一大大巴肚的，最近有一个女生问，苏龙没怀孕，真好，什么代志？放大肚鱼啊！我讲，今啊，大下今嘛，巴肚大大，紧哩紧哩，你紧个叫连面的叫你大巴肚，简不简单？非常简单啊！所以各位，你刚刚听我讲那么多了，还没谈恋爱，还准备谈恋爱，请举手，准备戏啊，给用台戏。还无了做啥？各位起大厝的，先举手，连袂着恁家地动。
啊，因为佛陀就演这个戏给我们看了、啊，生老病死，佛陀已经演好了，看清楚哦，啊，这些代志拢发生在你的身躯哦。那你怎么去思维这个道理？啊，所以不但要思维，那我为了要利益众生，所以我要学英文、学中文、学拉丁文，我要变得很聪明、很有钱、很会办事，而且要很健康。这个叫菩萨八法，自利利他。啊，为了要利益众生，我跟你讲，我用的麦克风是最好的，啊，你声音才好听。我讲话没出来，我用什么东西？都是用最好的，所谓最好的不一定最贵，这样的价钱最好的。啊，但是呢，这样有效果。我们用的灯也是最好的，但是是最便宜的。虽然没办法说达到最最便宜，但是至少品质上，是好的。这个就是佛法，就是你的生命的品质是不是？虽然我们是个凡夫，但是我要把凡夫发挥到最好的品质。那你要用佛性，用法来处理每一件事情。啊，该用的你要用，该省的你省下来。啊，因为为了众生的好处，也为了你能够利益众生久一点，那你该用什么你要用。啊，这些动机你要就是说，不该浪费的你去浪费的都不行，该用的你不去用你就结束，所以该了解嘛。啊，为了弘扬佛法，研究佛法，百千万亿可以。没关系，啊，但是为了自私啊，为了放逸，那一毛钱也不要花，不需要。刚才跋筊人讲话，穿破衫跋大脚，了解吗？因为重点是在跋筊啊，你呐。那我们的重点是在佛法，是在众生。那这些各位要抓得很紧。好，安尼给各位写写念念完了。但是我又准备两部经典，那各位等一下，我们大家来念一部是《大随求经》，那个。咒语吗？还发给大家，各位把它带在手上。哎，跟带一条嘛，搁带一条嘛。想喏，那么个念咪加持，加持完送给别人，好唔好？你莫手会挂两三条，你足结晒啊！特别送给你一条，你挂你身躯哦，那代表你这個人绝对不是菩萨了。我每次都会带一整天，然后看到机会就送掉，了解吗？我的念珠，我天天在换。看到点一场，赶快送，因为我念了三天了、啊，我念了一个礼拜，我都是看随缘的。有时候我带了七天都没人跟我要，这样你们让阿透啊。我讲的是那些重要人物啊，因为点一场带一条好的念珠，他走到哪里有影响力嘛，对不对？所以我都是带着，我每天念，然后重要跟上你了。所以各位要如此啊，你带着念珠，带着这些。加持物，我很认真修行。从各位今日，你连迄领内衫，互恁囝穿，伊拢超多，了解吗？因为你今天你受八关斋戒，发菩提心，加持力大不大？所以你连一个头上那个头壳拢要捡起来，哎呦，这宝贝啊！为什么？看重家己，咱家己是佛性，用佛性所做一切代志，拢是圆满的。所以各位，像你咧食饭，留两粒啊饭粒啊，爱留起，迄毋是浪费。咱修行人食的饭，所留落来即几粒饭粒啊，偌济鬼有通去食呢？因为一般的鬼，你安怎布施拢食无？即种鬼爱一定爱食，是修行人所留落来才法度食。所以你要留一点给他。我们有时候会念施禅时咒所以出家人留小块。小块饭粒啊，掺一块水布施，足慈悲啊！有人讲啊，恁浪费哦，迄是你看伊的眼光只看到人道。如果他眼光看远一点，那个头壳绝对都唔敢扣。所以各位呢，但是一个人有这个眼光不太容易。有些人是人间佛教，人的代志我无用，甲要死；鬼的代志变无用啊！人的代志我无用，甲要死。唔免放心啦，直接古马变哦，我恁实在是眼光肤浅哦。有时候我们建议人间佛教，海涛法师嘿，和你走得好啊，我做人间佛教啊，你不想成佛、哦？你要普度众生，你不能说选择区块，我们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对不对？我不能只选择人类，或者是选择台湾人，或者我选择牛而不放鱼，都不行的。
要所有的都跟我们有关系，这样的去思维。好，好，阿弥陀佛。